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同样美丽优雅的施雅婷女士啊，您作为导师呢，就是一路以来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选手，看着他们成长，而且给予他们教导。那你觉得今天他们给出的这张成绩单，您满意吗？非常的满意。在这经过这几次的培训当中呢，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严格的哈，对，非常的吹毛求疵，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给学生们的一个最大的空间，让他们去努力的。我们知道每一个 model 有个别的特色，你都不需要去学谁的那个 style， 你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品牌，你就是独自的，你是唯一的，你是独特的。我常常给学生们这种观念，所以呢，我给他们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今天看到他们在台上的结果，我非常非常满意。大家加油啦！谢谢天朗老师，我相信我们今天台上的选手，他们从一开始的声色到今天的自信展现，您绝对是最大的功臣。那么接下来我要有请佐登尼斯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陈明宏先生，从您的角度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选手们他们表现怎么样。每位都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有自信，所以让我们评审们都觉得很难分出谁是今天的最佳的选美大赛。嘿，所以我觉得这次每个人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谢谢。那最后我想问一下 Jennifer， 您能不能就今天选手的表现来做一个点评啊？您觉得他们今天晚上惊艳到您了吗？刚开始呢，他们有点紧张，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喜欢他们婚纱那个系列，他们表现出青春自信呐，非常的好。对于选手来说，我觉得说他们正在参与，将来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那也恭喜将来得到冠军的选手能参加到中国，把我们美国新丝路这个冠军带到中国去，希望他们也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刘杰 Jennifer 的讲评。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感谢佐登尼斯特别赞助，同时感谢我们的指定场地 Commerce 度假酒店，以及指定发型法系发廊，还有指定化妆美妆达人，以及台湾知名艺人胡安安。我已经拿到了我们新鲜出炉的得奖名单了。那在宣布之前呢，我们请出所有的选手再次来到舞台的中间。现在所有的佳丽都已经来到了台上，那么接下来呢，我首先要宣布的是今天晚上每一位来宾大家共同选出的最佳人气奖。最佳人气奖的模特儿呢，得主是五号 Angela Lu， 恭喜五号 Angela。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欢迎陈明宏先生以及 Jennifer 来到舞台上，为我们的最佳人气的选手来颁奖，有请两位。真的是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啊。那么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的三甲了，是不是？是的，2015年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是季军。那在公布季军之前呢，首先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啊，为我们刚刚的人气选手戴上。再一次恭喜 Angela， 也谢谢两位颁奖嘉宾。
接下来让我正式的宣布2015年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季军得主是11号 Maggie Song， 恭喜 Maggie。 那么同时呢，让我们有请施雅婷女士以及三富来到舞台的中间，为我们的 Maggie 颁奖。谢谢 Maggie， 谢谢两位颁奖人。接下来大家当然是越来越紧张了，而我接下来就要宣布2015年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亚军得主7号 Jessica Lee， 恭喜 Jessica， 让她来到舞台的前方。那我们同样用掌声有请胡慧玲女士为我们的亚军颁奖。我们恭喜高挑美丽的 Jessica Lee 获得了亚军。那么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人胡慧玲女士，谢谢。哇，现在就是我们最最最最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了。没错，到底冠军奖落谁家呢？2015年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得主，我真是太紧张了。在这宣布之前，我要先有请我们上一届的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冠军 Doreen 出场，有请 Doreen。2014年的美国新丝路冠军 Doreen 代表了我们美国的这边的参赛者，参加了全中国的新丝路模特大赛，而且获得了非常非常高的荣誉。接下来让我 Doreen 跟我们讲几句吧。Okay, good evening, everyone. Hope you all enjoy the show. 那么今天我很激动，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舞台。而且呢，又看到了这么多老朋友，还有交到了身后的这些新朋友们。我作为新丝路的签约模特，今天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洛杉矶新丝路模特大赛的组委会，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细心组织，就会不会有今天的时尚盛典。我也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踏上了更大的时尚舞台。去年的我带着大家的期许回到了中国，参加了超模学院真人秀的录制，也成功的晋级到了总决赛，而且在总决赛中获得了亚军的成绩。我觉得这也是洛杉矶赛区的骄傲吧。我在这里特别想感谢我的新丝路大家庭对我这么好的栽培，谢谢。最后我还想对我台上的每一位姑娘说一句话，虽然今天晚上的冠军只有一位，但是你们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你们突破自我，挑战自己，你们今天已经成功了。今天在舞台上的你们都是最美的。那么让我们现在来一起期待新一届的冠军诞生，谢谢大家。哇，谢谢 Doreen为大家揭晓2015年美国新丝路模特大赛冠军得主5号 Angela Lu， 恭喜 Angela 再次来到舞台上。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的 Angela。 现在呢，有请我们的苏林舒婷女士以及李小红先生以及去年的冠军 Doreen 为我们今年的冠军来颁奖。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位的模特其实能够在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都是得来不易，因为经过了许多的训练，许多的练习，他们在今天真的都是非常的美丽。